哇，烧超大。民众视角拍下浓浓黑烟往天上窜，空气中更弥漫着刺鼻气味，土城铁皮工厂起火燃烧。消防到场紧急抢救，工厂地址在新北土城永丰路195巷，三层楼高的铁皮雷射加工工厂，14号下午2点左右起火燃烧，起火点在2楼，闷烧后向外扩散，还波及到周边建筑物。目前燃烧面积大约1400平，厂内存放的化学物品经过燃烧后，造成严重空气污染。第四到达现场的人员就发现10号跟12号已经全面燃烧，并且往14号这边做延烧。所以我们初步到达人员就进行14号的逐个延烧。那我们总共派遣了94辆的各式车辆，以及消防人员200多名来进行抢救。从空拍影像可以看到，建物承受不住高温燃烧，铁皮屋顶都已塌陷，还能看到火势持续闷烧。热像仪画面也能看见橘红色热源一整片。火势虽然迅速在下午4点左右控制住，但因为是化学工厂，后续危害还得提防。新北环保局也马上发出图卡提醒周遭民众，请紧闭门窗，等火势完全扑灭后再开窗。若必须出门，也记得戴上口罩，以免有毒物质吸入人体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